小时候的时候我不熟那自闭症的那种的啊，我人都叫我托理工，我要来台北比赛，排了四个小时，连十五秒都不到，叮，下一位，我大概至少十几次，一二十次以上，看到你咯，哎呦，爱的陈梦贤，谁敢遐卖啊卖鸡鸡？阿青微瓜就没有钱，都要四处跟朋友借钱。我的人生的第一个贵人是，就是江蕙二姐。两天伊那过来比赛，伊对小琉球来个家吼，一路中呢，伊的车资住宿拢中我处理。哇！你唔知哦，因为你同他唱到一半的时吼，你的裤脚烧起来啊！啊，你有感觉？心爱的你对咧唱。亲亲我在世事啊我问你像我妈妈就曾经还为了我找一个观世音菩萨呛声，真的真的真的啦，因为尹弯刀，我妈妈前两个都是生男生的啊，到我的时候，我外公去给鼓励讲，你这胎第三胎你若生查某的吼，我送你一百万给你鼓励安尼就对了。所以我妈妈就很想，一直很想生女生，然后伊嘛甲观音讲啊，拜托你我生这胎我生查某的，然后伊跋八旬，观音就答应讲啊，这胎我绝对让你查某的，对。然后他怀我大概前两三个月的时候，他第一次去照那个超音波，一照嘛是真正是查某的，然后他就很高兴，他查某板凳尔，然后结果过了大概几个月后，要去照第二次，然后医生还讲无呢，这体是查甫的呢。这有翕到啊，有翕到迄机啊，有翕到迄机啊，我迄机可能足大机啊，是安怎？真清楚。我应该是想说机找我。然后我妈妈就很失落啊，一等下就搞找一个观音公，就等得类似安尼等得啊，观音嘛，啊你唔是讲这台北我查某的吗？是安怎来个变查甫的啊？那就等是就是这么就是这么大，就是这一种，就这样拍，真的就很激动啊。结果问完之后，他就丢一个签诗啊。啊！伊企有迄庙公啊，大家改签讲是安尼啦。你这体本来真正是查某的啦。啊，只是讲吼，因为恁陈家的祖先哦，伊也是爱查甫的，所以甲你反体反作是查甫的安尼啦。啊，但是吼，你嘛唔好想失望啦。因为这体虽然是查甫的啊，但是吼，这个灵感吼是不查甫，不是伊讲。啊，我知道了，观音只答应了一半。因为收派答应一半，我知恁的祖先甲观音在，查甫，真正底下拉扯啦。啊，叫那个庙公来讲，所以这个是查甫，但是这个吼灵工，做有出脱的对啦。有出脱，尤其是恁灵工是恁未来单家是一个有出名的人。哎呦哎呦！结果殊不知几年后，我就在演艺圈，所以好像我今天要做男的。因为像孟贤，他真的是我每次在录超夜，我都想说这个人。好特别哦！每次下面拢一帮人。等下，我要问一下，拄啊迄开场的时阵，你介绍讲伊是全球百万巨星啊，这个称号是倒位来？是全球巨星是安尼啦，因为我是小琉球人呐，啊，全小琉球的，刚才我这个明星呐，啊，所有的全球巨星啊，哦，原来是这样哦。讲全琉球就有点弱了，要全球。我迄个时阵听到全球，我想讲，还有哪来的自信啊？但他就是这种幽默，所以我觉得那些他的粉丝其实阿嬷居多，那些太太婆妈居多，都非常喜欢你。而且你知道他的有一个你好像是去问那是维德扎曼科是不是？哎，对，维德扎曼科那个点阅率是破百，我那天看已经300多万，哇塞，快破400万，是红人榜第一支影片破百万。但是你本来就这么活泼吗？没有，没有，因为我小时候其实我不熟那自闭症的那种啊，反差这么大，反差很大，我很害羞，然后我从来不讲话，啊，人都叫我托理工，因为我小汉我呐。睡起床，然后我就坐伫顶下脚坐，啊，等阮妈妈回来安尼，啊，拢无一句话拢无咧讲的，啊，迄亲情行过就讲，你身材伫遐袂输那土里讲的，所以我。因为恁兜够强嘛吼。啊，是直到我国中、高中的时候，那时候很流行那个《星光大道》歌唱比赛节目，然后我就看到说，哦，好好哦，去台上唱一首歌，然后其实我不是为了想红，我只是想说他们。在那边唱一首歌，然后唱完
就有评审老师可以讲评，好像就开箱一样，给你积点那种感觉，就我觉得哎、欸，好棒哦、喔，那我也想要去试看看。跟他人咧问书，我讲起来。对对对，人问一个结果，让你知影咧。我感觉我一定嘛会使去你台顶唱一条啊歌那种感觉。然后如果我要来台北比赛，我要先搭船到东港，东港再搭那个 QK 那种共乘的那个汽车到高雄。哇，高雄，然后再搭5个小时的客运。然后就晃晃晃晃晃晃到台北来，啊，像以前我就来三立，以前超偶那个我有比过，然后来5个小时来到三立，然后再开始报名之后开始排队，又大概排了4个小时，然后等到我要唱歌的时候，啊，唱15秒，连15秒都不到，叮，下一位就莫名其妙啊，永淘汰啊，就下去，然后又坐5个小时的客运，又回到高雄，然后再回到家里这样。这种唱15秒的过程，我大概至少10几次，10-20次以上，然后每次都要为了那个车资啊，你要交通啊，要钱啊什么，然后说就没有钱，都要四处跟朋友借钱。那你为什么不放弃？等到我觉得我想要放弃，我已经比到啊，算了，没钱了。然后我要放弃的时候，又一个奇迹出现了，我的人生的第一个贵人是，就是江蕙二姐。对，因为那时候我有唱二姐的一首歌的月落，然后我就放在那个 YouTube 上面，我想要自己欣赏这样流程这样，结果二姐就看到我唱的那一首歌，然后她说这个小朋友唱这一首歌转音啊什么好厉害，然后如果遇到一个好的老师好好的教他，他以后一定会是一位明日之星，仙人指路哎，哇塞，哦，阿祖炯那个二姐 po 的那一篇之后，哦，有够好用哎。我只要去比赛的时候，报名表写说二姐有推荐的好声音，哎，制作人哦，半暝就打电话来啊，半暝。然后我想说，哎，终于有机会比赛了，应该也是可以像豪哥觉得那种发片那种啊，可能会一帆风顺啊，啊，可能比赛就会过关了。对，哦，那个又是一个悲惨的开始了。我到红人榜，然后每次比都是输，哦，连那个什么候选人都没有站过。然后从那个开始，我的人生就开始变得好黑暗，你知道吗？雷奇公，我输没有关系，可是旁边的亲戚朋友就开始七嘴八舌了。哦，伊若看到你拢，哎呦，哎，那陈梦贤生个遐歹，啊，歹姿姿，啊，唱的歌，够可怜的啦，见球了，见到比赛吼，见到咧输人啦，下西下井啦。我记得有一次，我回去吃那个喜酒。然后就有一个亲戚就在整桌大家面前哦，啊，陈梦贤，啊，你不是很爱唱歌，啊，你也很爱唱哦，你规日卖比赛啊，你大概比拢输啦，你吼，得去开一间人诶小食部卡拉 OK 啊，那边那唱，你逐天去唱，在你欢喜，在你欢喜唱安尼，然后整桌的人就大家就觉得很好笑，哄堂大笑，很好笑。可是那时候我就觉得好受伤哦，变成别人的笑亏了，酸民就很难过。啊，所以我大概在红人榜第三次我去比赛的时候，那我就跟自己讲说，最后一届啊，这届我哪个比哪个输，那我就好好的回去工作，因为那时候很缺钱，然后都要借钱比赛。结果比赛完，哎，真的又输了。结果美人姐就当场，她就说：“这个制作人，这个陈梦贤哈，连刚伊哪个来比赛，也对小琉球来个家吼，一路中呢。”伊哪个要来比赛，伊的车资住宿拢中我处理。哇！然后我当下说，可能是节目效果吧，靠可怜，靠这种代志，对不对？对呀。结果我回去过一阵子之后呢，制作单位就通知我说，啊，你可不可以来比看卖无？啊，反正呢，美人姐可不可以给你出钱？啊，你都忘记嘛，搁来抢安尼。然后从那一次起死回生之后，我就回到红人榜。然后就跟哥哥唱的那个为着十万块，那从那时候开始就慢慢慢慢，那个也非常感谢红人榜的制作人，他就觉得哎，这囡仔恭维嘛就触鼻耶，然后就邀请我一直上特辑，一直唱歌唱歌，然后就开始有一点起色。前面两位贵人之后呢，我最后一位贵人我要非常感谢的是安尼妈祖，有一次我去镇南宫的表演，然后是一起在路边。然后要接驾要回来，然后在那边唱歌而已。然后那一次就很悬，就是我唱歌上去唱到一半，突然有个工作人员来趴外卡，我说嗯，啊是安怎是
口无穿好，还是安怎？那来拍外卡，然后我就没有想那么多。然后唱完的时候，我就下去说：“哎、欸、呀，恁、啊、为什么刚才我唱到半要来打我的脚了、啊？”伊讲无呢，你唔知哦、喔，因为你从那唱到一半的时阵吼，你的裤卡烧起来啊，你无感觉？我无感觉，那牛仔裤、牛仔裤已经烧起来这样。啊、我说：“哎、欸，看我可怜。”然后我就看，哎、欸，真的裤子破一个洞。哦，对，然后。旁边就有一个那种哎、欸、阿伯还是什么，我有点忘记了。他说啊，安尼我甲你讲啦，你要红啊啦，嘿吼，妈祖咧甲你加持啦，你真咧倒开吼，你红起来啊，会拢穿起来，拢穿起来。然后结果就从真的从那一次之后，哦，就顺风顺水的接外场啊。你感谢你的阿妈啦。心爱的你，底在唱，思念你是为怎样？你敢袂记咱做阵是相气也流，做阵去小琉球。沿路乱歌那唱，彼个快乐的模样，如今犹原条在阮目睭，为怎样？你留予我无限的忧愁，乱歌放我孤。我一直唱，一杯又一杯，饮着思慕的乡愁。目前也看你很多人都在送你红包哎、啊、对，其实一开始我也不太敢收，我想讲啊，无代无钱收人诶红包诶钱，好像很奇怪，我不敢收。可是后来不得不收，因为后来都是那个因为囝婿啦，还是后生做囝传母啊来讲，拜托诶、哦，我妈妈这包红包，拜托你一定要收落来。你顶个无甲伊收，伊转去，迄个伊转去，伊感觉讲你无想要插伊，你无看中伊。然后，所以他回去很难过，难过到伊讲，因昨天真要讲，我妈妈艰苦到叫咩忧郁症，所以拜托，伊一点啊心意尔，无偌济啊，拜托你收落来安尼。啊，尤其像我外面做活动时候，他们最喜欢我就是很小的那种表演。啊、我母啊讲吼，我都生到你查甫的啦，我若生到你查甫，我绝对讲你这纯咧袂输咱妈的。你啊，你一定做好来表演一下，好无？看一下跳舞，看一下跳舞的。啊。爱情的骗子，你的良心在哪里？讲什么？我亲像天顶的仙女。讲什么？我亲像古早的西施翁，这敢会报警哈？你爱我千千万万年，讲什么？你永远安尼爱到安尼啦？原来你是我眼卡机，真情乎你偏偏去。是空嘴无情，答着无着做的离去。来，头家娘。我问你，莫大惊讲啊，你的